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咁咧，尋日我收到一個 Bandai 嘅電話，咁咧就話我喺之前參加嘅呢個 GBWC 呢個模型嘅比賽咧，咁就成功入圍，同埋可以出席呢個頒獎禮嘅。係啦，咁我就會拍下我今日嘅所有行程。係啦，咁而家就出發啦。哇！哎，而家到位置啦，正啦，呢度睇唔到呢个位。啊 ，OK， 心情点啊？心情。背光啊呢边，得嘅呢边背光啊 test 完。心情点啊？心情点？你一定双十你好紧张啦，系咪？系咩？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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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我的确系好紧张。系咩？系。你唔好行近，我挨唔挨到 cam？ 你挨完 cam 得咯。OK。覺得今年係攞邊個獎啊？堅的自己一科攞咩獎啊？一定係冠亞季先啦，但係不過我都知啦呢樣，但係我都唔敢肯定喎呢啲嘢就係啊。到時你就知噶啦，而家講我，因為我都唔知，因為我都好興奮、好激動喎，朋友仔攞獎。而家就等緊呢個一 B 嘅入口。GBWC 2018，阿 Ken 幫我哋頒獎嘅，錄緊，大家俾多啲掌聲阿 Ken。係，咁有前三位嘅選手入上台 ，Ken V Lam， 郭之夫峰，同埋 Janice。Ken 就為我哋揭曉 GBWC 公開 B 組。首先是季軍，季軍的得獎者是 Janice， 她的作品名稱叫 The Victim Principle of Zeno。我哋颁发亚军啦，亚军系 Henry Lam， 佢得奖作品系 Head Hunter， Head Door Hunter。好，到我哋要颁发冠军啦。是郭之峰，他的得奖作品叫《螳螂式 GM 用移动装甲》。
哎，咁咧，而家我就翻到嚟啦，攞完奖。咁而家台上面嗰五项模型基本上都系我今次喺呢个 GBWC 赢翻嚟嘅奖品啦。系啦，咁啊，介绍俾大家睇下有咩先。咁咧，呢盒咧就系我哋 M， 其中一盒就系、是、呢盒就是我同朋友换嘅，就攞就系呢个 MG 嘅艾比安啦，同埋两盒卡板嘅模型。系啦，跟住咧上面有一只 RG 嘅独角兽，同埋最重要系呢盒。呢盒咧就系、是。GBWC 贏先有先會有嘅呢個煙燻黑色嘅 RX78。咁咧上邊嗰兩盒我就基本上煙燻黑嗰只我就會儲低嘅啦，係啦。咁就係 RG 我就會送咗俾朋友，而下邊呢三隻 MG 咧我基本上都會整嘅。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睇下啦，同埋係咯，應該我都會分享拍片分享下呢個作成品嘅片啦。系啦，咁至於過程啊嗰啲就睇下大家想唔想睇啦。如果想睇嘅，就喺下面留言啦。咁咧，而家大家睇到台上面嘅有三個獎杯，但我今次其實係喺2018年嘅 GBWC 咧，其實只係贏到第二名嘅啫。咁至於呢兩隻，其餘呢兩隻杯係點嚟嘅咧？咁就係咁講翻之前先啦。喺2016年咧，我又喺呢個公開 B 組度贏咗呢個第三名嘅。咁啊，金杯就係喺我上屆，即係上年2017年啦，2017年度贏翻嚟嘅，係啦。咁咧，我就喺呢個總共四年喺 B 組嘅模型生涯就已經儲齊咗呢三隻杯啦。咁咧，今月基本上今日嘅攞獎嘅流程就全拍曬嘅啦，係啦。咁我自己本身對於今次嘅成績啦，咁就都覺得好滿意嘅，係啦。咁亦恭喜我兩，其餘兩位朋友就可以贏到冠軍同埋季軍嘅。咁如果你哋想我拍啲咩片，你基本上對於同模型有關嘅片咧，咁就喺下面留言寫低想我拍咩啦。但我基本上我都有計劃咗會拍一啲唔同牌子出嘅工具啦。而佢哋工具嘅比拼下佢哋工具入邊樣好啲啊，邊樣唔好啊咁啦，係啦。如果教學片方面就基本上睇下大家想唔想睇啦。如果有興趣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下嘅，係啦。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咁就俾個 like 我，同埋comment 翻你哋有咩感受啦。咁我喺片尾咧就會放咗部分呢個今次 GBWC 嘅比賽嘅作品，就係、是、其他可能有其他參賽者嘅作品，同埋我嘅作品都有機會合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睇埋落去。